在这里，强者主宰生死，弱者命如草芥，一条人命而已，谁会在乎？既然如此，当年我和妹妹同样身如浮萍，命如草芥，主上又为什么要救我们？ 听说少公主昨天刚受了个人，你今天就罚上了。怕不是故意成这个样，对少公主整什么花活了？结果弄巧成拙，玩砸了吧？少公主早已吩咐过，今日概不见客。我十次来，倒有八次见不到阿姐。饮食被安置在哪？在最北角的厢房。一入影阁，豺狼环伺。 他却遵守十年之约，杀出重围来到我身边。主上，入夜了，主殿那边危机四伏，我陪您过去了。您知道吗？我在影阁这十年，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。起初怕杀人，后来怕被杀。三十戒鞭这种程度的伤，对于属下而言，早已经是家常便饭。 女儿最近练功练得狠了些，累着了。只可惜，女儿天资不够，练来练去也还是无甚长进。怕是又要让父亲失望了。行，那就如你所愿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 居所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他若死了倒是干净，可是孩子不见了，事情绝不是那么简单。少公主怎么了？他这是怎么了？ 里应外合的苦肉计，就为彻底博得您的信任。少公主，此人还是尽早处理为好。的确，饮食怕是留不得了。 敢做不敢认。少公主，原来我那个好父亲就是这么控制影阁的。一旦服下此药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此后，主上会真正的信任属下。还意味着，阿静，你派人暗中跟随他们。凌玄是我姐姐，谁都不许动。 为何心绪如此躁动？莫非是因为服用了散神丹？可从未听说过，这药竟然还有催人欲念之效。怎么，这才刚一天就想反悔逃跑了？吃都吃了，反悔也没用了。 说，是谁派你过来的？是。怎么，事情都做过了，现在不想认账了？晚了，你现在是本宫的人了。那个饮食，他怎么能这么走了？是我赶他走的，不解风情，瞧着无趣。岂有此理！天底下竟然有这等多了天大的便宜，还不识抬举之人！ 待你父亲找到了万星诀，主治了凌玄，这少主之位便是你的了。你也知道我们与药王谷的关系，若有了药王谷的帮扶，鹿死谁手可就不好说了。
这杯酒便当我向你赔罪。说你是不是我的人？让他们斗去，待他们两败俱伤之时，我们正好趁虚而入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如今你我也算是坦诚相待了。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是凌天宫的少公主，你还会忠于我吗？都是你喜欢吃的味道。阿姐，你行事多有荒唐，我担心父亲。这有什么可担心的？父亲气我不上进，大不了也就是斥责几句，这些年我为此受的斥责还少吗？阿姐听我一句劝，还是小心为上。二公子真是说笑了。这十年来从未有能让本宫交付后辈之人，应是你是唯一一个，莫要负我。你为何会出现在主殿中？那日雅叔父要让属下护送少公主前往主殿，恐是有所怀疑，见凌玄救出了主殿，你获取他的信任。凌玄现在是否信任你啊？属下已经完全取得凌玄信任。今日是你父亲五十寿辰，这么大的日子你就带着一坛酒？你那里倒还真有一样东西，是为父一直想要的。假等影卫影石求开生死局挑战阁主之位，还请阁主严惩。既然你自寻死路，那我便成全你。本君便依照影阁的规矩应下影石的挑战，胜者生，败者死。这第三杯吗？就敬我那真心错付的娘亲。可怜他儿女情长，付出一切却所托非人。玄儿，你放肆！我放肆？父亲，今天是你的寿辰，可也是我母亲的忌日啊。几道宫令回来就晕倒了，这都一下午了怎么还不见醒啊？我来喂吧，你先回去。不是为了挽留，那就只再见就留在生死关头。若虽你什么时候醒的？若是有人献吻，我倒是可以再睡个一天两天的。您既然已经醒了，为什么还要捉弄属下？是谁寝室难安？到底是他们还是你啊？我跟夫人说，主上心之坚韧，冬日严寒，夏日酷暑，
也未曾懈怠过武艺。我还跟夫人说，主上临风之懒，我心悦之。这簪子有什么稀奇的，值得公主这么珍惜的看了又看？莫不是影石送的？死丫头，你胡说什么？晨儿，你是我的种，你身上流的是和我同样的血，你以为你和我有什么不同？你比为父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你没资格替我娘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我永远不会成为你这种败类。你与他本就截然不同。哦，主上未曾想过用药物控制一整个影阁。我可是用药物控制了你呢。属下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属下是自愿的。老公主她刺绝了，全身经脉尽断，是自戕之下。老公主的死与你无关，你不需要自责。我为何要自责？他以为他死了我就没办法了，真是可笑。大不了这毒我不解了，只要我每个月把药按时分发下去，影阁也会牢牢地掌握在我的手中。我知道，所以没关系。你如今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先是点了本宫的睡穴，又来阻拦本宫喝酒，该罚。主上要罚我什么？你眼下这模样，倒是可以担上一个犯上媚主的罪名了。犯上媚主？萱儿，地界连理是一种仪式，是一种执子之手白首不离的承诺。而我想要问你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举行这样一种仪式？不需要太隆重，只要你我就好。早点休息吧。星辰作动，杯水共心中，倾我所有爱不保留。愿这世间的双为爱相拥，前生共白首，岁月如歌只为等你回眸。公主与影阁阁主即将大婚，婚期便在这月十五。她一介影卫，又身份卑微，实在配不上阿姐，这婚礼我不同意。笑话，我的婚事需要你同意？我也从未想过，我居然会有这样的一天，居然也会被儿女情长牵绊，说不清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，就是想一直守着她。护着他，陪着他。林荣送阿姐出嫁。走吧，我们往日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吧，我还当你是弟弟。弟弟，我多年所求今日终是圆满了。且慢，好久不见了，唐寅。
你刚叫谁？不如你来告诉你们公主，唐寅究竟是谁？我这人生性凉薄多疑，到头来从一开始这都是假的。不是，来人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三神丹怎么会提前发作？你说饮食配不上我，这詹月池便是你替我挑的好夫婿吗？阿姐，所有胆敢觊觎你的人都该死。赵公主，你怕不怕死啊？我不怕，想到如果能跟你死在一起，我实在开心的紧。雪儿，你说连佩剑都能找到，怎么那么一个大活人却没半点踪迹呢？为什么不回凌天宫？影石，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快疯了？姑娘，怕是认错人了吧？